讲几句话，就是我们和平吉他第一个世界的惩罚，7月16号在那个国军文艺中心要来。好，然后我先讲一下我要等下弹的曲子。第一首是《仲夏夜之梦》，这首是一个吉他曲子，就是跟你们平常所听到的《仲夏夜之梦》是不太一样。然后第二首是《泪》，是由古典吉他大师所做的，他是浪漫乐派泰雷加，他有做过另外一首叫做《阿尔汉布拉宫的婚礼》。好，然后第三首是《月光》，然后是由索尔所做的。然后这首歌原本是在索尔是用来本来是 B 小调的练习曲，然后《月光》是后来后人把它加上去的。好，然后记得在曲子中间空白的时间，请不要拍手，谢谢。
他是一个2×20方程式，然后我们从这些2×20方程式中找到它的整数点，还有它的格子点。这是我们的研究流程，我们一开始从乘法公式的计算观察，然后归纳法证，再来我们发现了组合公式，然后再用二项式定理重新证明一次，然后得到了2×20方程式，然后我们去找它的整数值，还有组织上的格子点。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观察一加根号二的平方，我们发现它展开以后，它们前面的那个整数系数平方会有一个常数倍的关系。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它的四次方，一样我们发现它们的展开后整数的部分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类的二项带根号的二项是它们的偶数次方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关系？那除了偶数次方外，我们也有去观察奇数次方、三次方、五次方、七次方这样子去展开，然后我们也有发现它们中间的整数系数也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从根号一加根号二、根号二加根号三、根号三加根号四到根号49加根号50，我们用一次方到五次方这样去观察归纳，我们提出了5个猜想的，这是我们研究所答。好，然后这个。我们举这边一个例子，根号二加根号三的 n 次方，如果 n 次方这边的 n 是偶数的时候，它展开后会变成这种形式；那 n 是奇数的时候，它展开会变成这种形式。所以像刚刚前面讲的，它们平方后会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从根号二加根号三的二次方，它这边展开 x n 会是5，然后 y n 是2。它平方以后就是25/4，那我们得到它的关系是 x n 的平方减掉6 y n 的平方会等于，那这个6呢，就是这边根号6的6，然后奇数次方前面的2跟3，就是这根号里面的2跟3。好，那我们根据前面的观察数据之后，我们得到我们的猜想。猜想一是 a 根号 a 加 b 的 n 次方，那 a 跟 b 的因数都没有两个平方数，而且 b 要等于 a 加 b， 所以当次方是偶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边第一个双曲线的方程式，然后当 n 是奇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双曲线的方程式。我们举的例子是根号二加根号三。猜想二是 a 是完全平方数，而 b 的因数不含完全平方数，那一样 b 等于 a 加 b， 那 n 次方是偶数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下面这个方程式，然后奇数的时候，你会得到下面这个方程式。我们提出的例子是根号四加根号五。猜想三是 a 的因数没有完全平方数，然后 b 是完全平方数，而且 b 等于 a 加 b， 那一样的。次方是偶数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那次方是奇数的时候还是得到这个。我们提出的例子是根号十五加根号十六。再猜想四是 a 含完全平方数的因数，然后 b 是完全平方数，而且 b 等于 a 加 b， 那 a 奇数它的完全平方数会变成会剩下奇数，那当 n 是偶数的时候会得到这个，然后 n 是奇数的时候会得到下面这个。这里是根号24加根号25。再猜想五是 a 是完全平方数 ，b 含完全平方数的因数，而且 b 等于 a 加 b， 那 b 取完全平方数之后剩下 b。那这边当 n 是偶数都可以得到这个，然后 n 是奇数都可以得到下面这个。然后我们提出的例子是根号49加根号50。然后因为前面只是提出我们猜想，那我们有去想方法证明，我们那时候刚好学到数学归纳法，就因为它的次方是一个自然数，所以我们就想说用数学归纳法来找它证明。然后这是我前面五个猜想的每一个证明，所以我们根据前面的那五个
个猜想，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后，我们就得到五个定理。那这五个定理就跟前面五个猜想的情况一样。好，那因为我们前面除了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以外，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二项式的那个形式，所以我们想说用二项式定理去把它展开。那我们展开以后，因为它的算式有一点复杂，那我们尽量化简，把它化简成这种形式，我们会发现它们展开这边 xn yn 会变成下面这种形式。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这我们的定理已经成立了，所以代表我们再用二项式定理去展开，得到的这个结果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从前面的五个定理，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定理有两个组合公式。那一个每个组合公式有一个定理里面有两个组合公式，一个是对到奇数的，一个是对到偶数的。所以五个定理总共有十个不同的组合公式。好，那我们前面的五个定理，他们都有一些比较大的限制，例如说 b 等于 a 加1啊，或者是 a 有什么完全平方数的因素啊。那我们就在想说，可以把它更一般化，然后就也更容易做应用。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三个定理，就是定理3.1到3.3。那定理3.1是 b 加根号 b 的 n 次方，然后定理3.2是 p 加 q 根号 b 的 n 次方。到定理3.3是最一般化的 p 根号 a 加 q 根号 b 的偶数次方跟奇数次方。那我们要用前面的方法展开证明，可以得到这两个不同的双曲线方程。那因为每个定理也都有分偶数跟奇数，所以我们这三个要一般化定理就六个组合公式。好，那因为前面这些组合公式，他们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后出来会变成一个双曲线的方程式。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找出这些二元二次方程式双曲线它们图形上的整数结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一开始我们先用数字代入去观察，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就是把这个二项式带根号二项式把它们展开，然后像我们前面那样得到的这种组合公式，那这个就是一个它的整数。那这边这个西格玛这边的数字呢，就是它们在不同次方的时候会得到它们的整数系数会是 xn 跟 yn 分别是哪一个。好，所以最后我们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当定理1.1到1.5，然后它们会有每一个都有两个，分别是奇数次方是奇数还有偶数的时候，它们会有两个格子解。然后1.2、1.3、1.4、1.5都就是每个定理会有分奇数跟偶数，所以会有两种。那定理3.1到3.3也是。那因为前面我们讲了二元二次方程式是双曲线的，那二元二次方程式除了双曲线，还有抛物线，还有圆跟椭圆。那它们的形式，双曲线跟椭圆二元的形式差别，从表面上看过去，它们就是插中间上是插一个正号，就插负号或正号。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什么东西平方以后还是负，但可以让那个正号可以变成负号。所以我们就想到用负数 i。那我们就把负数 i 带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定理6.1。我们发现，就可以得到这个圆的方程式。那一样，我们用前面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它们圆上面的整数值。
定理六点二就是椭圆，我们一样用前面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他们在图形上通过的格式。那这个是我们报告有用到的公式，然后这是我们有用到的公式。谢谢大家。带来的报告，哇！你看到他们刚刚的报告，不觉得数学的人比这那些吗？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啊？我昨天去读读仓库，我读到裤子都没了，太逊了。好了，我们看下一组，读不读？看到你怎么读？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专题《六十九》，然后我是局长林振泽，里面有丁彦廷、徐静。好，我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研究的东西。我们呢时常可以在电影的情节当中看到主客为了研究主题，而使用了主客的手段，但即便他使用这些手段，他未必能赢得胜利。因此我们就好奇说，为什么他没办法赢得胜利？展开了我们的研究，那我们想要探讨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获胜几率为何，并且研究他是否具有规律性。研究目的，我们研究目的首先一开始先从我们两个人的主题开始，他再延伸至我们三个人的主题。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认为说三个人的主题可以代表多人的主题这样。那我们研究器材非常的简略，主要是利用我们的纸跟笔。那电脑呢，就是负责帮助我们做报告时使用。那 NetPad 是一种数学输入的软体。研究方法，那我们的主题呢，必须先制定我们的规则。那在这边我们定规则是先假设有两个人，那在这两个人当中，他们各自有一定的筹码数。那每一回合当中呢，双方各拿出一块钱出来赌。一个人可以把对方的那块钱拿走，那经过数个回合的混战之后呢，其中一方的钱归零时，另外一方就称为获胜。那在这边我们先定义两个名词，首先是回合胜率，回合胜率就是在每一回合的赌局当中，对方是否有作弊的嫌疑这种情形。如果有作弊的话，他们两个回合胜率不会相等。再来是获胜几率，获胜几率就是经过数个回合的混战之后，获胜的那一方他的几率为何。那我们研究中有总共有三个探讨。第一个探讨，我们先讨论在相同的回合几率当中，两个人的赌局他们是否有规律性。再来，我们把赌局延伸至三个人的赌局。那在这三个人的赌局当中，他们一样也是在有回合几率的情形下进行赌博。最后，我们再退回至两个人。那在这两个人赌局当中，他们是不等回合几率的情形。那最后再探讨获胜几率。是否有规律性？接下来由我们的组员徐静继续报告。我们是以诉讼图的方式来计算最后胜率。然后我们在两个人等回合几率的情况下，我们先假设甲有一块筹码，甲有两块筹码，有一块筹码。然后我们定甲的最后胜率为 P。然后如果甲赢乙，甲就从乙内得到一块，甲就变成三块，乙就变成零块。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甲就获胜，最后获胜。然后如果乙从甲那里得到一块，然后乙就变成两块，变成一块，然后以此类推。我们之后会发现会有同样的情形，就是甲又回到两块，又回到一块，我们又在那里定它的最后获胜几率为 P。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算图的方式列出事实，然后呢，求得 P 会等于三分之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最后获胜几率是三分之二。再来是三人等回合胜率，我们一样也是用树状图的方式，只是变成三个分差，然后在甲为两块，乙为一块，丙为一块的情况下，我们只要从三个人之中，其中一个人他的筹码数最后变为零，我们就可以带入两人等回合几率的数据。因为从三分之一会变成二分之一，一样，我们用刚才的方法求得 P 会等于二分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P
一的最后获胜几率会为二分之一。现在是两人不等回合胜率的游戏，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跟刚刚开始一样用树状图，只是我们每个分支会换成我们所设定的条件。像我们举例的是 A 的甲是32%，然后乙是31%，在每回合胜率的时候，然后一样我们用刚才的方法，最后会算出 B 会等于7/6，也是在这个情况下，甲的最后胜率会为7/6。现在是我们的实验数据，然后我们这里是先固定 B 都为一块，然后我们来探讨 A 它的筹码的变动跟最后胜率的关系，然后右边那些数据都是每一个都是由我们树状图来算出来的，然后再有那些数据，我们假设它有一个规律性，然后这个是一样是两人等的胜几率。然后这都是固定 B 为两块，然后呢，我们就从那里的数据找出它的规律性，这是三人等额的几率。我们是固定 B 跟 C 为一块钱，就是固定只有 C 为一块钱，然后跟它的最后的规律，这是两个不等回合胜率的游戏。然后我们是固定 B 为一块，然后底下那个是它那些数据的规律，然后这个是固定 B 为两块。是固定一为一块，然后它的获胜几率改变，回合胜率改变。我们从两人等回合几率的游戏里面，我们找出了一些规律的式子，然后我们运用一回函数来证明，就发现最后的证明跟我们一开始所猜测是一样的。再来是在两个不等回合胜率的情况下，我们求到的最后的规律，我们运用了特征方程式来求出最后的来证明，最后发现证明跟应该是所猜测是一样的。接下来请我们编辑主任为我们报告。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结论部分。在我们经过我们多次实验之后，我们目前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是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等回合胜率中，在这边我们先假设 M 为自己所有的筹码数 ，N 为对手所拥的总筹码数。而在实验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的获胜机会是 M 加 N 分之 M， 而这个式子就代表着对手的总筹码数加上自己的筹码数分之自己的筹码数。再来是第二个结论，我们在一对一的不等回合胜率中，在这边我们先定 A 的胜率为 A 加 B 分之 A，B 的胜率为 A 加 B 分之 B， 而这边 A 与 B 两个是不相同的数字，这样才可以让他们的胜率不相同。然后我们一样继续假设 M 为对手所有的总筹码数 ，N 为自己所拥有的筹码数。然后在经过实验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A 的获胜最后获胜几率就如荧幕上的式子显示。然后这个式子的解释就是下面这个式子。然后再从这两个式子当中可以得到说，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等和胜率中，如果自己的筹码数越多，那么自己的获胜几率也会越大，而在一对一的不等和胜率之中，也因为自己的筹码数在最后的这个获胜几率中站在四方这个位置，也可以知道说自己所有的筹码数在获胜几率中也占有一定的重要性。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未来展望，我们希望可以借由现在的实验方法推展到一对一的不等回合胜率的问题，来看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有他们的规律性以及他们的一般化的结果。然后在完成这个实验之后，我们最后的想法是改变这个整个游戏的规则，来看看借由更多不同的规则来看看是不是有更多不同的规律性和它的一般化成果。好，那这是我们以上的报告。第二组带来的报告，我昨天在那个赌场看到那个俄罗斯轮盘中间滚那个球，他这样转啊转啊转啊，啊，然后那球滚在盘上面转啊转，那不是盘中球吗？那我们欢迎下一组，谁吃盘中球，弟弟接辛苦。大家好，我们专辑是谁吃盘中球，弟弟接辛苦。我是组长马关，
意者和张医生。啊，首先有一个影片还蛮吸引我们的注意的，这我们看到的是转动的转盘跟转动的球，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球甩出去，所以我们就决定来探讨这其中的奥妙。好，我们首先要因为后续的实验，我们用电压来控制转盘的周期，然后再测球在不同周期下的轨迹直径，然后再测它与转盘之间的周期关联性。这些是我们的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借由转盘通过光电夹求出它的周期，然后再从上面这边拍摄影片，然后拿去筛选分析，就可以拿去求出球的轨迹直径。这是我们的组装成品。好，我们原先是运用码表测量转盘转100圈所需要的时间来推转盘的周期，后来发现误差过大，所以我们改用光电闸来测量转盘的周期。然后我们运用刚才测出来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会得出这个电压与转盘周期导数的关系图，我会发现它成一个很漂亮的正比关系。那在之后的实验，我们又是运用固定转盘电压来固定转盘的周期。然后我们第二个实验是我们把球放在不同转速的转盘上，看它的轨迹的周期的不同。然后我们分两种情形，第一个是以球静止释放，球以静止释放；第二个是球稳定滚动再释放，两种来比较它的轨迹不同。然后我们做了4B 到 8B， 那我们发现在球静止释放的时候，它的球会做周期运动，圆周运动，然后它的半径会持续的增加，然后它所绕行的弧形会通过转盘的转轴。那等球稳定滚动在释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以较小的半径做圆周运动，可是它的半径一样会持续增加。那和球静止释放不同的是，它的绕行的图形不会包含转盘的转轴。那我们做了4B 到 8B， 我们发现都有相同的轨迹特性，所以我们就改变一个，就是我们用同样的转盘转速，然后摆在不同的距离转盘转轴不同的位置去释放，看它的特性有没有改变。那我们做了2.5公分、5公分、8公分、9.5公分跟11.5公分，我们发现跟刚刚的周期特性都是一样的，它一样会做圆周运动，且半径持续增加，然后静止释放会包含转盘转轴，稳定滚动再释放不会包含转盘转轴。接下来我们要用公式来推导出球与转盘周期之间的关系。首先你们看到的大 Omega 是转盘的角速度， R 是转盘的半径，小 Omega 是球的角速度，然后这是球的位置。那因为有摩擦力，所以我们用到合力公式，然后再借由角动量倍力矩的关系可以得出下面的这个公式。那我们可以借由目标公式得出球与转盘周期之间的关系。然后这是合力公式，然后把合力公式带进去，然后变成这个公式，然后再把球速带进去，然后我们再使用外径公式，然后再带入转动惯量。由此可见，那个转盘周期是球周期的1/12倍。好，那我们这次开始我们最后一个实验是要测量球在不同周期的转盘上，球的绕行周期跟转盘周期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先讲到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做法是将我们实验着陆到影片，利用 trigger 分析球的位置，然后并且会得到波峰以及波谷，然后再从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差当作我们一次球的绕行周期。然后我们走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得到我们转盘的周期可以由我们的供给电压来固定，因此说我们可以得到转盘周期跟球绕行周期的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现在看到4B， 它这个值
目前是这样，我后面会有关系图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之间的系数关系。好，就是五 B、六 B、七 B、八 B。然后我们先看到此目前是大致符合我们所推导的转换周期，是我们球绕行周期的七分之二倍。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实验，为了确认这个理论正确的，我们一直在改变它的释放模式。若以稳定滚动在释放时，它是否也会符合我刚刚所推导的理论？我们看到这是四 B，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 trigger 的分析图明显不同，是因为轨迹不同的关系所影响的。好，这是五 B、六 B、七 B、八 B。好，我们看到这张转盘周期跟球绕行周期之间的关系图，我们明显看到。我们蓝色这个点是球自由释放，而红色的点是稳定滚动在释放，而它们两个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因此而且它们的斜率也非常符合我们的，它这边斜率是球绕行周期是转盘周期的二分之七倍，也是符合我们刚刚所推导的理论。然后我们看到它们两个之间的误差非常小，因此说我们可以推定球的释放模式并不会影响它们轨迹。它们周期之间的关系。好，这我们结论第一点是，我们可以由供给电压与转盘周期之间的关系来固定我们的转盘周期，让我们可以进行后续的实验。而第二个是，我们球的轨迹特性，我们由不同的转盘周期以及不同的释放位置以及不同的释放模式三种看下来，是球的释放模式才会影响它的轨迹特性，而转盘周期以及它的释放位置并不影响。我们看到第三个结论是，我们由理论推出来的转盘周期是球绕行周期的七分之二倍，不论球在自由释放或者是稳定滚动在释放，皆会符合我们理论所推导的七分之二这个值。因此不论它是以什么释放模式下，它都会符合这个值。这是我们参考资料。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物理第二组的报告，第一组的报告。这是什么？橡皮筋？原来橡皮筋也可以储存那么多能量。好，那我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物理组第二组精疲力尽。喂，大家好，那我们主题是精疲力尽，我是朱博宇。那我们实验动机，大家有玩过这种飞机，就是它是用橡皮筋去带动叶片旋转，那可以飞很远。那我们在玩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比赛谁的飞机飞得比较远啊，所以呢，我们就很好奇，是不是我的橡皮筋能转能够储存越多的能量，我的飞机就可以飞得越远。所以呢，我们就想研究在什么样的因素下，那我们的橡皮筋可以储存最多，扭转可以储存最多的能量。那我们第一个选择的是长度，就是我们先把橡皮筋进行拉长之后再进行旋转。那第二个是我们旋转的圈数，第三个是我们并列的套数。那随着我们的实验进行，你会发现，就是当橡皮筋在扭，我们先把它转紧放松嘛，放松之后，它的位能会转换成动能。然后它当它转回原来的样子的时候，橡皮筋会继续转，那这时候动能又会再储存回位能。那我们会发现，这个一个储存动能，一个储存位能，它们之间的变化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研究这个能量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讲实验装置，那我们选择的是原长为十二公分的橡皮筋，也就是说橡皮筋把它压扁之后，它是十二公分。那我们是使用 GLX 套件去进行我们的实验，这是我们测量力矩的图。那这个是转动感测器，它上面会有一个转盘，那我们把橡皮筋勾在上面。那这个是力量感测器，这边我们会勾一条平线，那可以测量力量的大小。那前上转盘的半径，我们就可以测量力矩。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后测量，这个转动感测器它可以同时测量出位移，
角速度、角加速度三个对时间的惯性是可以计测出来的。那在进行我们的实验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我们把弹簧往下拉，那它的力量会跟位移成正比，也就是说它符合福克定律。那我很想知道，扭转橡皮筋的时候会不会也符合福克定律，也就是说力矩会不会跟脚位置成正比。那经过我们的实验发现，力矩跟脚位置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扭转橡皮筋的时候它是符合福克定律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扭转橡皮筋的时候想象成弹簧。那如果我们把它转紧之后再放开，它就会像弹簧一样做这样子的间歇震荡。那但是因为转动杆设计上面那个转盘可能会有摩擦力，所以它其实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位置，那个稍微它形成助力震荡。那我们讲一下实验点。大家应该知道功率会等于功除以时间，那我们可以把功换成力乘上位，那这边的位除以时间我们再把它换算成速度，最后再把力换成质量乘以加速度，也就是说功率会等于质量乘加速度乘以速度。那经过刚刚的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把拉长的情形和推广成扭转的情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质量类推成这边这个 I 叫做转动惯量，那我们把加速度推广成脚加速度，再把速度推广成脚速度，也就是说扭转的功率会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脚加速度乘以脚速度。那之后我们就是测量这三个的值来进行我们的研究。这张图是我们由 GLX 器材投出来脚位置对时间的关系图，然后口袋这个式子是造成震荡的式子，而前面这一项是造成阻尼项，振幅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递减，然后再把刚刚的脚位置微分会变成脚速度，一样会有震荡项和阻尼项，然后再微分一次会变成脚加速度，然后一样会有阻尼震荡，然后 E 会等于 I 乘上 Alpha 乘上 Omega， 功率会等于转动惯量乘上脚加速度乘上脚速度。由以上两个实验，我们得知脚加速度乘上脚速度的乘的值。如果有转动惯量的话，我们可以求出功率对时间的关系图，而所形成的面积就是能量。但由于转动感测器的转动弹程不规则，我没有花时间求出转动惯量为多少。但由于转动惯量为定值，所以并不影响能量对能量的关系变化。所以我们往后的实验都是E属于 I， 代表能量的关系。纵轴的正值会成正做正功，而负值会做负功。正功就是由弹力位能转换成动能，而负功会变成由动能再转换成弹力位能，然后也会呈现阻尼震荡。然后我们发现能量会慢慢的递减，也会呈现阻尼震荡。大家好，接下来报告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使用了三种变形，分别是长度、深处还有向病人模式。第一个，我们先讲长度。我们将橡皮筋伸长至不同长度，然后观察它在扭转时，看它整个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了，在14公分的时候有最大值，但是超过15公分之后，它就大幅下降。然后猜测它的原因是因为你拉太长的时候，它表面有一个黄色的，拉太长变白色，然后这时候可能结构发生改变，然后就是超过了比例限制。再来第圈数，我们发现它就是能量跟圈数关系是圈数一般会跟能量成正比，然后就证明了它其实是符合这个橡皮筋扭转符合福克定律，比较优等。那我发现啊，并联两条之后，它就是能量一超过，所以它并不是成正比。
发现它是就是有一个增幅量上去，然后这个增加幅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呢，到第五的时候就开始下降。我们猜测它的原因呢，是你病原太多条之后，幅变量太大，所以就会改变它的那个，越超过它的底线。对啊，因为橡皮筋呢，下面扭转它是阻尼的嘛，然后改看它阻尼的造成阻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做出了阿法欧米伽，对时间做的，然后底下的面积就是弹力做功，上面的面积是做正功，下面是做负功。做正功就是将弹力位能转换成动，负功就是将动能转换成弹力位。然后我们发现它面积会越小越来越小，我们想看它面积之间的差异。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猜测它。再测它那个造阻的原因是摩擦力，然后摩擦力它是跟摩擦做功跟路径场成正比，然后一开始路径场会越来越就是比较大，之后会越来越小，小到最后会停下来，所以呢，我就猜测它的损耗功率会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先发现啊，它损耗功率它是一大一小。所以也就是说，它转紧的时候跟放松的时候，它们的样就是损耗会不一样。转紧的时候损耗会比较少，转开的时候损耗比较大。今天结果我发现它就是经过多次扭转之后，橡皮筋会有点变钝，所以我们就猜测了它转开的时候需要克服它一点的那个黏力，需要就是会缩一点损耗。大家这么觉得，是像一扭转在特定程度，像我们前面说的40公分才会扩大，太长的话就超过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在符合特定度，第三个它并不是神圣，它是在第五条的时候就开始下降，因为就会超过一个。再来它转紧之后放松比较少，转开的时候放松的时候会放松比较大，因为放松的时候，它会原本会卷，就是卷在一起，再放开，就要克服它表面的黏力。接下来未来想到就是它能量损耗、橡皮筋损耗还是表现，希望以后可以好好救。第二个是希望能将利用这个能量，然后就是利用就是作为物体运动的动力来源。然后像是我们今天说的飞机，就是它的动力。好，以上是我的报告。好，谢谢护理第二组的报告。我很上次那个八八风灾超大的，把我家屋顶都吹垮，水都溢到这里。哇，这么惨啊！好，那我们先看欢迎下一组，能量与台风之病探讨，我们来一起了解台风之病吧。好，我们要介绍的是海洋能量与台风之病探讨，主人有郭家宏、陈仲远、杜庆林，还有我赵玉台。首先，我们讲到能量动机。我们现在用水泵方式，当然是透过高低气压分布情形来预测海洋走向。但是除了大气系统以外，台风与海洋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也是说，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观察台风对海洋能量的吸引力来预测海风的走向。我们研究主要着眼于海表暖水层厚度与还有高度差异这两项海洋要素，然后。首先是暖水层厚度，暖水层厚度与台风之间有的空间上的同步变化，而暖水层厚度与海表面高度差异之间又有的时间上的关联性。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观察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变化来预测台风未来的走向。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两个海洋要素，分别是暖水层与海表面高度差异。
暖水层厚度是海洋中超过26°C 的海水厚度，海表面高度差异是海平面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差异。左边这张图是暖水层厚度的分布图，右边这张是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到，图上这两张图都是用颜色来表示它们数值的高低，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具体的数值，所以我们利用旁边的颜色对照表写出了一个内插公式，将图上的颜色资料转换成具体的数值，将得到的数值制作成两种表格。左边这个表格我可以制作成折线图，观察两个海洋要素在时间上的关联性。右边这个表格我可以制作成空间分布图，观察台风对海域在空间上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这张图上有许多的红色圈圈、蓝色圈圈和紫色圈圈，而紫色圈圈代表台风当天所在的位置，而红色圈圈代表这个位置相比前一天它的能量是上升的，蓝色圈圈代表这个位置它的能量相比前一天是下降的。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能量流动的变化，而不是绝对的数值。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取点方法。首先我们对西北太平洋进行广泛的取点，然后再特别针对台风的路径做针对性的取点，观察台风在空间上对海洋要素的影响。好，我们连续观察暖水层的空间分布图，我们发现暖水层它对台风的那个到来它有方向性而且及时性的变化。现在这个位置台风在这个位置，而它即将往西北方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即将前往的水域和它经过的水域，它们的暖水层都会变薄，而台风附近两侧的水域它的暖水层有增厚的情形发生。所以可以在这边看到台风所在台风路径上的水域它的暖水层会变薄两次，而在台风路径周围的水域它能量会增厚一次。在折线图上面可以看出来，左边这个折线图是台风路径上的位置，可以看到它的能量有两次剧烈的下降，而右边这张图是在台风路径两侧的水域，可以看到它的数值有一次大幅的上升。好，接下来我们重点二，我们观察这两个海洋要素它们在时间上的关联性。我们发现这两个海洋要素它们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只是中间隔了一个固定的时间。现在这里海平面高度差异它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三天后暖水层就跟着下降，然后这种固定时间的变动有好几次，像这边几次大幅度就是比较大的变化它都有依照这个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海平面高度差异的变化来得知三天后暖水层的变化情形。这在空间分布图上面可以看出来，左边这张图是海平面高度差异在这一天的位置的图，然后右边这张图是暖水层在三天后的空间分布图。它们中间虽然相隔了三天的时间，我可以看到它们的那个数值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分布是一致的。在其他几个空间分布图，其他几组空间分布图也可以看出来。然后我们还做了桑达台风和棉花台风，发现它们也确实符合我们所猜测的规律。好，接下来总结一下，台风它会对暖水层造成那个方向性而且及时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暖水层而知道台风所在的位置。可是这是那个同时间的那个情况，我们想要做的是预测，而暖水层它的变化是依照三天前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变化而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变化预知三天后暖水层的变化趋势，这是我们刚才重点二。然后这个暖水层的能量流动来知道台风所在的位置，达到我们预测台风的。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空间分布图上面，在这个地方的暖水层非常深厚，在这个折线图上面也看得出来。我根据我们上述的重点二，这个地方要下降，理论上三天之后这边应该也要下降，可是这边竟然上升了。所以我们去找南岸台风，它在这一天的七月十七号这一天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它在七月十七号这一天，它把这个热带低气压把它吞噬了。所以说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因为吞噬了热带低气压，会造成上层结构的不稳定，所以对海洋的掌控力下降。
所以说我们这次去找了上港台风，上港台风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外界条件的干扰，然后它完美的符合了我们之前说的三个规律，所以马鞍台风这个异常上升只不过是个例外。好，所以我们做把刚刚讲的做了稍微一个小结论。第一个呢是结构完整的台风，在行进的过程中会对它会对吃的海压有方向性而且及时性的影响。如果你是太弱，或是你有滞留，或是你有受到像刚刚说的干扰，那就不会符合我们的重点。那第二个呢，海表面高度差异会影响三天后的那个成功度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两个结合的话，我们就可以先知道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变化，去知道三天后那个的变化，进而知道台风未来的行进路线。那可是因为我们前面做的那个空间分布图非常的耗人力也非常耗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写一个程式，然后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好，所以这个是你们现在城邦手册上面没有的。好，然后这个程式码是我们进行的做一个大的决策方式，然后把这整张图进行取点，然后一次取两张图，然后进行这个给它，所以然后我们就做这个图。那这个图上面有蓝色，蓝色就表示说这个地方的能量两张图相比是下降的，然后这个橘色的这个呢是相比前两张图相比它是上升的，然后这个绿色的东西呢是大陆的，像这个地方就是日本，就是韩国，像中国的这些地方。然后这个橘色这个是台风现在的位置，然后这个是海表面高度差异的图，前面那是完全全部，那图也都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橘色，这个橘色的地方是七月十四号那天台风的位置，这个也是，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去方便比较。那这两组的黄色圈圈，可以看到它都是橘色的，也就是它的量都是上升的，这符合了我们刚刚说的重点二。然后这组蓝色圈圈也是一样，它都是有符合我们三天的规律。那再来，我们看到台风的是路径的是周围，台风即将前往的海域，那台风后面的海域，它是能量是下降的，那台风的两侧的海域能量是上升的。所以说，我们之后就会用这个程式，用这个方式去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找更多的台风，去找它的成功性。好，谢谢地科第一组报告。最近宝宝转很多哎。对啊，像是最近我最怕的就是那种污染土壤，就怕那种种出来的植物的死了，我也不太安心。啊，那这样植物也会受到影响吗？所以我们要请下一组怎么最后的压轴寸土寸铁来我们说明。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叫寸土寸铁，主人有马玉腾、丁成伟，还有我黄若楠。我分成两次实验。第一次的实验，有鉴于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再加上另外两位作者又是住在焚化炉附近，因此我们想要知道说，碳素从大型污染源到底会对附近的环境土壤以及植物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不是又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因此我们以食物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目的，检验土壤的成分，并实际种植植物，观察植物的生长。如果有影响的话，我们会设法加以抑制。
同的存化量及研究上面的比对。要有战场，台湾可能会因为太多扰动或者是地震的关系而导致油管破裂。油管破裂的话，就有可能油品外泄到污染到附近的土壤。而我们选择的要站在那个地点，已经设立的22年，非常符合我们的研究条件。最后，古城工业区是我们在第二次实验所增加的点，所以我们会在第二次实验的时候再多做说明。实际前往挖土，我们将地表下5公分土壤拨开，以防止表层生物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挖回来土壤，我们用纱网将大颗粒以及树根去除，最后再用阳光杀菌法将土壤里面的细菌消灭。这是我们种植的过程。为了固定种植的数量，我们将多发芽的植物拔除，使小白菜剩5株，空心菜剩3株，然后最后我们浇水。在这次的实验中，我们意外发现，不管是哪里的土壤，多多少少都含有一些铁的成分，因此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实验。第二次的实验，我们以人工调配的方式调配出不同铁含量的土壤，然后在实际种植植物，观察植物的生长性。这是我们的研究器材。研究方法，因为培养土的铁含量非常的少，再加上它的承受能力好控制，因此我们以培养土当作基底，加入适当比例的铁粉进行调配，然后再种植植物，观察并归纳铁对蓄积性植物以及非蓄积性植物的影响。这是我们调配的4种不同的铁含量土壤，分别是1%、3%、7%和11%。均匀混合之后，我们开始种植。种植的方式则跟第一次实验一样。好，我们看到这边是结果，这是实验一跟实验二的发芽率。我们看到发芽率并不会和铁的含量呈现规律性变化，所以我们推测发芽率并不会被铁的含量受到影响。这是1%的空心菜，也就是没有加任何铁的空心菜。而种出来之后，它的生长幅度较大，而且生长高度较高，是在10公分以上。而小白菜则是4到8公分左右，其生长幅度较为趋缓。我们由此跟以下加入过铁的土壤做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3%的时候，空心菜它的生长前期就被大幅抑制，而且生长高度也没有跟之前那么高了。而小白菜也是一样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一样就是4到8公分，且生长前期非常的趋缓。那我们看到7%的时候，因为人为误差毁于不均的关系，所以它的只有2株受到影响，但是2株的影响情形非常严重。而我们看到7%的小白菜一样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一样是4到8公分，且生长较为趋缓。而11%的时候，我们刚才发芽率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一下，它的那个发芽率是100%，但是为什么它没有生长出来呢？是因为它的生长被大幅的抑制，导致我们无法量出它的高度。而且即使有一株它有生长高度，但是跟前面十几公分也无法比拟。而小白菜一样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是4到8公分。所以我们由此推论，小白菜并不会被铁的含量受到太大的影响，而空心菜则会。而我们由实验一的图表来证实我们刚才的结论。我们会看到空心菜的生长幅度跟曲线还有高度都非常的不相同，而小白菜的生长高度跟曲线则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推论我们以上的结果。而我们由综合对照表可以更明显看到，上面蓝色的这一条是没有加铁的空心菜，它的生长高度在10公分以上，但是一旦加了铁之后，是我们红色框起来的部分，它的高度就会大不如前，甚至比小白菜还要低啊。而我们用 Excel 做出了它们两个函数图，而我们发现当 X 带入4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生长第4周的高度，它会有规律性的变化，而7%是因为人为误差回不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讨论，而1、3、11则又有此现象。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加入的铁含量乘以2，就是它变低的倍数高度，也就是加入2%的时候，它会降低变成1/4，然后加入10%的时候会变成20/1。我们由此公式得出我们实验一实际挖土的它的重金属的差距，然后发现它的重金属差距都不会到1%，但是因为是倍数减少关系，所以它的生长高度会大幅影响。
我们来讲结论的部分。那我们在两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到铁含量对于空气太强较大和小的太平较小，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说，就是铁含量对于非基性植物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根据实验数据，我们发现到空气在成长高度会跟铁含量加入的铁含量成倍数去找关系，但两实验我们是在不同时间做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数据会被影响到，而且我们把他们实验当中出来铁含量的准确，所以我们只能推断出大约相差的铁含量。那我们从空气在这些图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铁含量越多的时候，越多的植物会在越晚才生长高度，而之后生长的趋于正常。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到铁含量会对植物前期的生长有较大的影响。那我们发现到铁污染环境程度为木栅文化炉会大于工业区，大于加油站，大于新建文化炉。那我们觉得新建文化炉因为是郊区文化炉的话还比较小，所以污染会比较少。那加油站虽然设立很久了，但是可能管线保养比较大，所以可能污染也比较少。那土城工业区我们查过资料发现附近约有40个重工业工厂，所以污染可能比较大。那我们最后的木栅文化炉是都市的文化炉，文化量大，而且可能过去的垃圾都没有做好分类，所以污染可能最大。那我们现在有五点结论。第一点是土壤中的铁含量并不会影响到植物的发芽率。第二点是铁对于非基性植物的影响会大于对于基性植物的影响。第三点是当我们只改变铁含量的时候，同一时期生长的植物高度会成倍数去找关系。第四点，当铁含量越多的时候，植物出水的生长会比较非基性植物。那第五点就是铁污染环境程度为木栅文化炉大于成功率大于加油站大于新建文化炉。那我们未来的希望。